300年前，我二弟南海龙王有个养子，天生神力，且性格孤僻。因其真身不同于其他龙族，自小便吃了不少苦头。性情暴戾，有仇必报，惹出诸多事端。后因听信谗言，为了增强功力，误杀了许多凡人，且烧毁了众多村镇。此事惊动天庭，他被慈航道人打入了东海炼狱，以消磨其戾气。他叫敖霸。